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五人，已足法定人数，请各位委员推举本次会议主席。那请戴伟一看担任本次选举会议主席。好，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会议议程。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日程，开会时间2015年9月19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2时，开会地点红楼302会议室。报告事项：一、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及地点，业经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在案。二、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选举事项：选举第九届第二会期本会召集委员，说明：一、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立法院各委员会制召集委员二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于每会期互选产生。另一、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要进行选举事项啊，跟大家报告今天选举事项之前啊，先跟我们先欢迎啊，这个在场的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新科委员啊，郭正亮委员啊，因为顾立雄委员转往行政院任职啊，所以由郭正亮委员来递补。那除了这个之外，在主席台各位可以看到，本来在主席左手边的我们的专委，现在坐到右手边，现在是我们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啊。那么左手边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的专委，由原来我们议事处副处长哦，张志维张副处长来为大家服务哦，好，谢谢。好，我们今天会议是进行第九届第二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本会期参加本会委员共计13人，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应选举召集委员二人哦。因为推选方式没有获得共识，所以我们要用票选方式进行。现在请各位推举发票员、唱票员、计票员及监票员各一人。那我们依惯例啊，是发票员跟唱票员可以同一位。上次是这样。我们发票员跟唱票员可以由同一位委员担任，监票员跟计票员可以由同一位委员担任。那么请各位，或者有各位有没有可以会自告奋勇？林维洲委员，我们请林委员担任这个发票员兼唱票员。好，那另外一位蔡玉宇委员刚走进来哦，蔡委员你12点会在吗？12点会在。好，那我们请蔡玉宇委员担任监票员兼计票员。好，到12点。我们到各位投票时间到12点，但是。对，各位可以先离开，但是不好意思，你12点要回来。是，好，12点要回来，好，因为这个票选的结果要各位要签字。好，我们投票截止时间为中午12时，若本会全体委员均已完成投票，则提前截止并提早进行开票。那如果我们都13位都投票完了，我们可以提早开始，那么提早开始就要请，这个两位要提早回来啊。如果有困难的话，我们就会还是维持12点。以下先请宣读选举人名册。好，以下请宣读选举人名册。选举人名册：柯建明、尤美女、段宜康、蔡其昌、周春米、蔡逸瑜、张宏禄、郭正亮、林德福、林维洲、许淑华、徐玉仁、周成秀霞。宣读完毕。请说。好，我们这个发票员
兼唱票员为许育仁委员担任。好，我跟各位提醒哦，刚才所念的是这个选举人名册是13位，那么选票上面呢，候选人也是13位。那么请各位投一位就好，我们选2位招委，当然只能投一个人了，投2个人就会变成废票。好，我们现在开始投票，请委员领票。
好，跟委员会报告，现在全体委员均已投票完毕，那我们就照先前宣告的哦。那么本会全体委员都已经完成投票，我们就提前截止哦，并且提早进行开票。现在进行开票，我们请徐玉仁委员跟蔡宇委员能够到前面来。来，我们请工作人员进行开票作业。Hello， 好。段宜康一票。段宜康委员一票。段宜康一票。段宜康委员一票。游美女一票。由美女委员一票，段宜康一票，段宜康委员一票，许淑华一票，许淑华委员一票，由美女一票，由美女委员一票，许淑华一票，许淑华委员一票。游美女一票，游美女委员一票，游美女一票，游美女委员一票，许淑华一票，许淑华委员一票，段宜康一票，段宜康委员一票，游美女一票，游美女委员一票，许淑华一票，许淑华委员一票。好，跟委员会报告啊，选举结果，应到委员十三位，实到委员十三位，发出票数十三张，开出有效票数十三张，无效票零张。委员得票分别为由美女委员得票五张，段宜康委员得票四张，许淑华委员得票四张。那应该是游美女委员已可以先宣布当选，那剩下的段宜康跟许淑华两位都是四张票。为了顾及性别平等，是不是由段宜康当选？好，不可以是吧？好，那我们就来抽签哈。好，我们已经做好了吗？可以检查。好，那个。好，就所以里面两个球，一个是有，一个是写有，一个是写明谢惠顾。好，好，谢谢。那给徐委员检查一下。徐委员，那你就抽吧。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本会期的召集委员由游委员美女及徐委员淑华两位女性委员担任。好，好，谢谢。好，那这个等一下，请两位招委哦，可能要择定时间要开招委会议哦，那个排定本会期的这个分工跟议程哦。好，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